在祖国抗击新冠疫情的关键时刻，美国梅拉诺文化演艺、美国英龙传媒、美中华人音乐家协会和中华文化创意基金会联合音乐家和艺术家在美国洛杉矶用音乐作品《康定溜溜溜》表达海外同胞对抗疫中的祖国人民深切的慰问。血脉相连，共度时间主题音乐演出，由中国著名作曲家、指挥家谢军指挥，美国中华国乐团演奏的民族经典音乐作品《康定溜溜溜》，以此来鼓舞大洋彼岸的祖国人民早日战胜新型冠状病毒，国家安定，人民幸福。《康定溜溜溜》的作曲，中国著名西部民族组合之父作曲家陈川先生也通过视频对美国中华国乐团的精彩演出表示由衷的感谢。我们团结一致，战胜肺炎，中国雄起。中国著名国家一级作曲家、指挥家谢军带领中华国乐团反复练习，排练每一个音节，力求完美呈现这部经典作品乐观向上的主题，激励人们战胜病毒，对未来充满希望。为祖国加油，为武汉加油，武汉加油，中国加油，中国加油，武汉加油。虽然我们远隔重洋，相隔千里万里，但是我们与祖国血脉相通，心手相连。中国加油，武汉加油。城市卫视记者洛杉矶报道。